哇、wow, ，Esther， 你懂这里是哪里吗？哪里？这里就是 Mount Austin 呀。我们要来干嘛？我们今天卖 Mount Austin 的 project， 很多人讲 Mount Austin 有 project 吗？有咩？有，这个 project 啊就在 Austin 镇中心，不像我们之前介绍什么包一帆风水那些地方啊。OK， 这个地点哦，我跟你讲，你看到那栋公寓吗？买那栋吗？那栋的后面罢了哦，星星的。哇，这真的很中心哎。这边有三大卖点，为什么要特别给大家？第一，这个单位啊不超过500间，超低密度。第二、哦，租金回报率真的是给为什么超过8%。OK， 这是第二个点。第三个点能说吗？什么？外国人啊，不用超过500千就可以买了。哇哦。OK， 但是呢，因为这样子的关系，我不能太过明确讲什么项目一开始啦。但是你们是不是很期待啊？有啊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带你们看里面长什么样子吧。哇，来到他的 sales gallery 啊，讲到这个发展商，不得不提这个 Astaga。怪不得那么高级。很高级哦，我有超多的粉丝来敲碗，你懂吗？跟我讲，哎，我想买 Astaga， 但是我没有钱。对。OK， 今天不用紧啊，我今天卖 Astaga， 但是比漏500千。The concept 啦。而且外国人可以买哦。这样很多人讲，哎，比漏500千是不是？你说不是哦 ，freehold 啦 ，OK。所以如果你是外国人想要买这边，但是觉得我不想买超过500千，就是待在500千以下，今天稀有货来了。首先呢，我带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整个项目，是不是觉得很美？这个还有一个，我觉得好低密度哦。对，整个加起来不到500套，是不是很够力？然后呢 ，Infinity Pool 哦，这边哦，你会感觉哇，有 Gym 的 Infinity， 是不是觉得很顶啊？但是我告诉你，远远不止哦。为什么？这边你会看到它有11间不卖的店。为什么发展商不卖？因为它是专门做 grocery， 还有做那些 laundry， 专门针对每一个，还有一个所谓的 centralized kitchen 在这边，非常方便了。对，专门针对给你们的哦。讲到这个点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它这边有什么 facility 设施。首先，我们把它弄大啊。你会看到这边 infinity pool 有 gym 有 sauna 有 wedding pool 有什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除了卡拉 OK 以外，你懂这个叫卡拉 OK？ 对，一个卡拉 OK 房，你懂这个叫什么 edible garden？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但是我英文不好哎。这个是种香料，那种你要放点板蓝叶啊，那个胡椒啊，那个踩一下就可以了。这边是专门做这种东西。好神奇哦！那种富太太的生活等着你们了。讲到这么多啊，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户型。这边户型呢，我们先从最小的开始。哇，这个就很好介绍了。一家户型就是595，所以它是这样的。目前只有这一个，它是有特别做一个叫做 Airbnb， 而且是帮你管了过，完全不用你自己哦，就有人帮你 manage。然后 RI 多少先？8%以上，最 minimum 嘛。而且我们预算啊，大概你工期大概1800-2000，但是你租金可能可以拿到3000这样子。就是很给，但是哦，讲哎，这样我要自助哎，自助有自助，我们有两个户型，一个呢是这个是2+1户型，两个卫浴，然后呢这个户型呢是857平方英尺，重点是这个呢它是500多千而已，外国人也可以买哦。下一个呢就是这个，这个是1075平方英尺，3+1户型，但是这个户型你知道有什么特色吗？什么特色？其他给你一个卡巴楼，这个给你3个卡巴楼。真的假的？真的是不是觉得很好很好？这样我话不多说，我们看一下 show unit 长什么样子吧。我们来到了这边的 show unit 呢，这边呢有两个户型，我的右手边呢是投资户型，我的左手边呢就是我的住宅户型，给你们自用的哦。这样子，如果你不喜欢听投资的话，快转到你的自住户型。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投资户型，投资户型呢是595平方英尺，1+1房跟一个卫浴。这个户型呢四四方方哦，不会感觉很棱角，所以这个设计非常的好。重点是什么？目前只有这个户型独家8%回抽，而且它是一个5星级酒店的合作伙伴来去经营哦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点。你大概预算啊400多千，然后工期呢大概1000多 ，OK， 接近2000啊。然后呢，回报率大概3000这样子，是不是很给？有啊。这样子，我们看一下它整个单位的感觉怎么样？单位呢，一进来感觉好像 studio， 对不对？但是我塞得到两个房间给你们哦。所以怎么说两个房间呢？第一个房间就在我身后这边，
看起来小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一点也不小。为什么？看到这里呢，它真的可以容纳我一个大人，没有问题的。等下发展商就骂你，那跳人家床。要给他知道啊。OK， 你看到是不是这里很棒？除了这个点呢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客厅。这里就是它的客厅区，客厅区特别的宽敞，也特别的大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这边呢有一个阳台哦。不像一些设计，可能一些设计呢是没有阳台的，但是这一款设计呢有阳台，要抽烟 OK 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是说你看到这块设计呢，最大的点是什么？它还有两个房间哦，就是这边有一个房间，它这个就是一个所谓洗脸盆，下面这个没有送哦。看一下它这边上到顶的所谓的私人卫浴，是不是觉得很好？然后就是它的这边的房间，这个比那边大一点，算是它的主人房。然后有一个点，你看到这边身后是不是上到顶的？有哦，全玻璃，真的是佛系发展商，而且给的 quality 真的是上到顶的。这样子哦，看到这个点是不是觉得投资很棒？有。像自助人讲怎么办？我们也想买，我给你们看一下自助的户型是长什么样子。走，我们快，没有时间了。OK， 这边就来到了他这边的房间，这个就是2+1户型，857平方英尺，而且两个卫浴哦，真的是很足够你们使用的。首先呢，给大家看一下格局，一进来呢，你就会看到这边呢就是他的 dining area， 然后呢就是他的四厨房区、客厅、balcony。这个位置呢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小孩子的房间，还有他的房，还有他的主人房，而且他的卫浴是相连接，一模一样。但是呢，他多了一个主人房，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了这个图，你给大家想象一下，你把刚刚画面衔接，你就大概一个 idea 了吧。OK， 这边的设计呢，我很喜欢的点是因为它足够大的空间给你做干式厨房，还有 dining area， 这边可以做一个所谓的 dry kitchen area， 这边所以可以放个咖啡机，好好享受啊！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惬意。这边可以做一个四厨房区，是真的很棒。后面呢还有一个 foyer， 所以呢你可以放洗衣机在后面，没有问题哦。然后呢，你看到我旁边呢，这边就是一个小孩子的房间，跟刚刚是一样的想象的设计。旁边呢，这边是另外一个房间，也是一模一样的设计。重点来了，就是它的这个地方。这里呢一模一样，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设计，客厅出去呢也是有阳台，所以不用担心你这一款没有阳台哦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里的主人房。哇，讲到主人房不得不讲一下，主人房真的大。为什么？我原本以为啊，它那边呢、啊、最多是一面给全玻璃窗，但是没有哦，它不管是隔壁的还是这里的都是全玻璃的。好大方哦，好大方哦，这个发展商杠杠的。 OK， 所以看到这个时候真的很棒哦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卫浴，它有自己的私人卫浴，都是上到顶的，而且这个瓷砖我感觉非常的不错，是不是觉得我很想买猫天，就是这个区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子我们做一个总结吧，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。这个阿里巴这个项目呢真的是非常高端，发展商就是知名的阿斯达嘎项目哦。如果之前没有办法买到阿斯达嘎的朋友，今天不能错过哦，因为不用50万就买得到它最小的户型了。它最小的户型呢是1+1户型，大概500多左右。然后呢，这个户型呢，目前我们有跟个知名5星级的合作伙伴呢合作，就是说我们会给你租金回报，而且这个租金回报呢高达我们大概预算应该可以8000，如果市场好的话，更可能超过10%以上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？不单可以自己买了过后还可以投资，而且重点是什么？如果你买这个户型呢，你要偶尔租一下，偶尔投资一下，最适合你们了的。第二个户型呢是2+1户型，大概800多英尺，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户型给自住。如果你不想买太贵，大概500多的话，都非常非常的适合。第三个呢就是3+1户型，然后是1000多方尺，然后大概它价钱大概600多，基本上就400多、500多、600多。然后这三个户型呢都可以给新加坡人购买，是不是很好？有啊。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户型非常感兴趣的朋友，千万不能错过哦。全部加起来不超过500间哦，所以我话不多说了。所以如果你对这间户型感兴趣的朋友，记得联系我 Amos Property。还有，如果你有屋子啊、店面地皮啊，想要出租、想要买卖，记得也联系我 Amos Property。最后什么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对的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所以我们下期见，拜。